在电影《上海堡垒》里边饰演的是江阳，还处在初恋状态的男生吧。每拍一两条都会跟导演探讨梳理这样应该是怎么样的。说一点难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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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基本按照导演那条去演，其实比刚才一样要好，好很多。好，三。他是能够在人物的状态里面去把人物内心的东西表达出来的，这个对我来讲是更重要的。我常常在想，他什么时候才能真正注意到我。应该在江阳的心里应该属于那种女神一样存在，虽然喜欢但是一直都不敢去表达自己的感情。他比较像外冷内热的，他的很多的状态也是战斗当中的一些状态，所有无人机进入待飞状态，但是他又有一些就需要帮助江阳来完成暗恋这样的一种情愫的表达。江阳对林阳的感情是很美好，每个决定都关系到上海的存亡，也许你会换一种活法。他喜欢林丹的是因为林丹的孩子的原因，而林丹自己非常清楚，想要喜欢他的其实算是真诚的。江阳何话，报告你的情况。我觉得对林兰来讲，在江阳身上他会看到他曾经的那种对这个世界永远充满着希望跟美好。因为没有在最好的时候说最勇敢的话，回看自己的人生其实会挺悲伤。在我离他最近的时候还是没能说出笑声话来。